好，各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第二部分的讲解。第二部分的讲解的话，我们从这个第三大题 Reading Comprehension 开始。那 Reading Comprehension 呢，这篇文章是关于所谓的 Cohabitation， 也就是所谓的同居这个话题哈。好，那有比较有问题的是第23题。第23题呢，它的题目问的是 Which statement about cohabitation effect is true？好，那我们这边呢，当然问题它的重点在于问说所谓的 cohabitation 的这个效应啊哈，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那有关于这个 cohabitation 所带来这个效果的话呢，文章里面提到的 which statement is true。 好，那我们就来看到正确答案其实它给的是 D， 但是 D 的话呢，因为也许出题老师它的措辞上面稍微有一点失误哈，所以呢 D 这个答案反而找不到那 D 的话呢，后来它更正的答案是底下这个 It is hard to explain what causes the cohabitation effect。OK， 因为他呢在最后啊哈，在最后的那个倒数第二段那边呢，有提到说呢，他们原先认为呢，他是怎么样是原因到底是什么哈？到底是因为呢，他们呢要比较想要呢能够有机会可以挑选啊哈 ？OK， 好。但是呢，这个原来他给的答案的话是 It is hard to explain what the cohabitation effect is。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跟他呢想要问的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很有诱答力的这个 B。 B 的话呢，他说 It prevents married couples from having divorces。 看起来好像是对啊哈，因为呢他提到说好像一般人认为说呢，如果先试过，如果先相处过的话，可能比较好一点。但是如果同学看到第三段，第三段呢，他提到说 ，But that belief is contradicted by experience。好，也就是说，实证上来看的话呢，事实上是有冲突的啊，哈。也许大家认为说呢，先同居的话就比较不会离婚，因为你已经先知道彼此是怎样再结婚嘛，哈。但是呢，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呢，却什么样？却呢，跟呢，实际的经验呢，刚好是相矛盾的。好，那也就是说呢，事实上它并不能够达到所谓的 prevents married couples from having divorces。 所以看起来虽然好像是对哈，但是呢你从第三段这边呢哈，又发现说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还是不能选 B。 那再加上 D 呢，它又不是给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叙述，所以这题也就没有答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好，往下看的话，我们看到翻译因为这次翻译呢一共有20分。好，所以题目还蛮多的哈。那呢好像不少题目同学都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呢就一起来说明一下。好，如果同学呢镇定的看一下题目的话哈，会发现其实呢这些题目是所谓的连贯式的，也就是说第一题，也就是说第41题哈，其实第一题就是第41题。41呢到44其实是连贯的。好，那也就是基于说它是连贯式的，我们来作答的话呢，所以这边第41题说我打过来，那我打过来的话呢，应该指的就是我，也许我现在正在打呀，也许我呢打了。好，那打了的话呢，事实上现在可能也还在讲电话，所以呢应该是要用 I'm calling 或者是 I've called， 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好，所以呢我们说 I'm calling 或者是 I've called to invite you to my bachelor party。 好，这边有同学问说可不可以呢用所谓的 invite you to join， 那事实上这是不必要哈。我们说呢这个就叫做画蛇添足，因为事实上英文你就只要说 invite someone to a party 就好了，你多加一个 join 的话呢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这边还是直接说 inviteSomeone to a party。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42。好，42的话呢，他说
我已经预定好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来举行派对了。好，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其实你可以有一个两种写法的话，第一个在这边啊，汽车旅馆的房间，你可以说 a room at a motel， 或是 in a motel， 或者是你也可以说 a motel room， 这没有问题。好，来再来的话呢，就是 hold the party， 或是其实你也可以说 have the party。 好，或者是你如果要说 throw the party 也没有问题呀、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接下来我们看到第43题。第43题的话 Wow, celebrating at a motel。 好，那有同学问说，为什么我一定要用 celebrating， 可不可以用 celebrate？好，但是这边的话，你当然你用 celebrate 所谓的原形动词的话呢，会有个问题。我们说用原形动词开头的话呢，的句子叫做，哎，对啦，叫做祈使句哈。但是我们这边并不是在讲祈使句吧，哈，并不是叫别人说，哎，你一定要在 motel 来庆祝，而我们这边只是叙述一个事件。那既然是一个事件，一件事情的话啊，一个动作，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用动名词会比较合适一点。好，那再来的话呢 ，We'll have a lot of fun。这边其实呢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写法。那其实你只要呢这个，意思说得过去，其实老师就会给你对。好比说，有的同学说 ，We'll definitely。Have fun， 这样也没有问题啊。或者是 will certainly have fun， 因为它这边有一定哈、啊，所以你这个一定呢，如果把它写出来呢，那当然也是对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第44题。第44题的话，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过来我这边，先到我这儿帮我。那先到我这儿呢？这边答案给的是 come to my place。好，那 come to my place 的话，事实上你也可以说 come over， 这也没有问题啊，或者是 come to my home。 OK， 好，然后五点的时候先到我这儿，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这个五点呢、啊，哈，应该是在形容所谓的 come to my place。 好，所以这边呢，要请同学呢，一定要把这个 at five 写在这个 come to my place 的后面。好，因为呢，如果你写在 help me 的后面的话呢，语义上并不是那么的明确哈，虽然你说也许差别不太大，但是呢，毕竟我们中文它是说五点的时候先到我这儿来帮我。好，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应该是要写说 come to my place at five， 这样比较明确一点。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46题。46题的话，他说 friends can remind us of。好，那这个 of 这边呢，其实同学当然也可以用 about， 这个没有问题，只要你记得写，因为有的同学根本连这一个记系词都忘记了哈。也许因为中文说提醒我们重要的事情哈，但是英文的话，请你记得一定要 remind someone of something， 或者是 remind someone about something， 才能够当作提醒人家啊有关于什么事情。好，接下来呢是。让我们啊能够寻求安慰。那既然是让我们能够寻求安慰啊哈，我们就用课本上面这个 give us a shoulder to cry on。好，那有同学写的一些比较其他，比如说 give their shoulders for us to cry on 也可以啊哈，但是呢，请你呢不要把肩膀搞错哈，到底是谁的肩膀呢？要想清楚啊哈。OK， 好，然后接下来呢 help us quit。好，帮我们呢改掉。好，那呢答案给的是 quit。 你如果呢要用 get rid of， 好，这也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呢既然有改掉，所以那个掉那个词也很重要。有的同学写 change， 有的同学写 correct， 但是呢这都没有改掉的那个意思啊哈。好，那再来呢，觉得老师觉得很麻烦、哦、或者是说应该很有趣吧，很特别，就是这个 habit 这个字。
habit 这个字的话呢，它只有一个 b， 请同学不要把它写成两个 b 啊哈。好，因为你并不是在拼兔子那个字，兔子的话呢才是两个 b， rabbit。 好，但是呢习惯这个字只有一个 b 而已， habit。 好，那怎么记呢？你盯着它多看几遍吧，或者是你在念 habit 的时候你就念 habit， 而你在念 rabbit 的时候你就 rabbit， 这样听起来可能很好笑哈，但是呢，稍微用一点方法哈，就可以不要一直做重复的字哈，否则的话有同学呢，甚至于连哈比人这个字都出来了，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咧？到底是哪一个呢？已经搞不太清楚了哈。 habit 就是只有一个 b 啊哈。好，来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题，48题，他说呢，能够常待在身边的。好，那呢，这个常待在身边其实没有很麻烦，你只要写 long 就好了。那当然如果你写 for a long time也没有问题啊。好，待在我们身边 stay by our side， 这边好像很容易跟这个 step aside 混在一起啊。但是如果你说 stay aside 的话，那跟这个 stay by our side 好像刚好是相反的意思嘞啊。不知道同学有没有把这个意思想清楚，请你不要说 stay aside 听起来好像晾在旁边一样啊。好，或者是说好像呢漠不关心啊，好，这边应该是 stay by our side， 陪在我们身边呢，哈。OK， can be our friends for life。好， friends for life 这个没有问题，这是课本上面的哈。那有同学如果一时想不起来哈，有位同学也写说呢 lifelong friends。好，那这样子也没有问题呀，哈。OK， 只要呢你呢措辞正确呢，其实都可以拿到分数啊。那这边的话同学当然也可以注意到说，它是第45题到48题呢，其实呢也是啊。 OK， 好，那当然这个部分呢第45到48，因为呢它都是在讲一个普遍的状况，所以就没有时态上的问题。但是呢要请同学注意到，就是连贯式翻译常常会有一些时态上你必须要去注意的啊。那这边当然因为这次这个大题它并没有说是连贯式翻译啊，但是呢如果像大考的话，一般来讲它都会说明清楚，如果它有告诉你说是连贯的话，那请同学呢务必呢就要注意到时态上面的一个一致啊。好，那我们呢这七题的讲解呢就到这边。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请同学呢就可以在这个 HTC 的这个 Learn Mode 的那个分享的地方啊，或者是呢在 Facebook 老师的那个专页上面呢，你也可以提问，或者是当然在当面呢你也可以问老师问题啊哈，这都没有问题。好，那希望呢讲解是够清楚的，如果不清楚的话呢，当然请各位呢一定要再发问啊。好，那就到这边了，拜拜。